各位同仁请就坐哈，开会啊。向大会报告，今天上午继续质证总执行哦。第一位由林富宝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谢谢大会主席、蔡副议长、安格隆区啊、陈吉市长啊，带领的两位副市长啊，各位团队，安以为安的东叔哈，安媒体小姐先生，大家高早，大家好。啊，今天是本席哈啊总执行的时间了哈。首先哈，我来要请示安教育局啦，迄、那个局里上济无紧，局长，这个延伸哈，顶边迄个我的质询的迄个问题，顶边伫安蔡总统伊就讲一个18岁先工作这种社交与专户这个问题，首先我对这个足有兴趣，因为伫3、4当前，我看到韩国的总统哈，啊李总统伊会当甲韩国。啊！呼吁跟18岁的高职生不要再深水了，马上进入市场。你看韩国人的经济真正好诶，所以讲真欢喜。按蔡总统上去，伊就开始在呼吁这个问题了吼。所以讲，我搁延伸较早，啊，我搁即阵落来，啊，伊刚搁看了报纸吼，按总统搁有即个补助按的迄个高职生，伊讲比别急着升学。高中只先就业免费补助10000，好、哦，100块挺好了哈、哦。啊，7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是鼓励高中只应届毕业生通过职场、生活、国际等体验。啊，这样的门框伊的方向要安怎行？我感觉这是真好哈，真迄个安我伫安伫高雄区安尼教育方针，应该这条路是真好的啦。足济吼，足济迄个。有时啊，人会去我服务处，啊，要叫安家服务找头路啦。啊，有时啊，摕来因个履历表，通通科技大学啦。啊，我讲啊，你要找哪？伊讲语文凊彩就好啦。我想讲啊，你既然你个科技大学毕业，为什么个凊彩就好？表示讲这四档你怎么过的啦？啊，既然呐、啊，安尼什么拢好，你伫高职毕业了，你着尽你个专长。先进入职场，跟当年刚你有需要那个的时阵，再来进修就好了。像比如讲，啊，你若讲我进入爱个保险公司，啊，我只要来修保险法嘛，我来修民法，你有用到的就好啊。啊，你搁伫你高中你所学的，结果你去个科技学校，含你学无共。甚至于，我有看伊是高中高职所读的，结果伊的科技学校是护理学校。所以讲吼，这属实的高职，但是我说你要改按高职的经费啦。你如果了解按旗下农工，他每伊较早一当头3亿，但是起码高中才2亿多，所以讲高职因的经费政府更加注重。啊，为什么？啊，大家。起码拢标榜一个升学率啊！迄天我嘛看到买咧安尼网络咧迄个新闻啊，水电工啊买咧告白，伊讲孩子，我很臭，但我努力生活。伊这是安怎呢？因为伊水电工爱抹遐迄个做一类黏糊，还有一个味精啊。所以讲，我认为讲，不管你哪会，这个水电工嘛讲，虽然我臭，但是我嘛是为着生活。哦，伊讲孩子我很臭，但是我努力生活。再讲，按一个社会像一台车相共，问题是全部的小螺丝钉职业而成的。所以我常来讲，按职业是不分贵贱，行行出状元啦吼，拢应该受尊重的。你有较早我高职我毕业，我去公用一台奥多麦安头车头开始，大家螺丝就锁啊，分工合作嘛，一台车嘛相共，你大家拢要行道路。爱了阿爸，啥物难买？所以讲，一台车本来是共同的一个组合的啦。所以我遮，所以讲我看到安因前的韩国总统，甲即个安的蔡总统，伊呼吁这个问题，我感觉这有够好的啦。因我前几当前伫安的迄个空大伊进修，我嘛有一个拄着一个迄个客串迄个讲师，伊嘛水电工的，伊有讲。伊水电工，伊尾啊有成以后，伊可以进修，到尾啊伊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你讲讲伊的事业歹，伊嘛是足大间的营造厂，水电营造厂，即嘛咧标足一工课啊。
我感觉较会歹，伊是好的啊。哦，啊，即摆囡仔唔是，即摆囡仔是进了大学，经济无时，你就背了学贷。我以为靠囡仔需要嘛呢，所以我只感觉吼，先进入职场，啊，再来进修。你若你有需要诶，你有需要诶，再来拍算安尼就好啊。我会记伫迄个六十年代，我咧读高职的时阵，高职伊所重诶标榜诶，它是就业率。迄阵规个包括台中高工、高雄工，阮咧比赛，大概是咧比赛，你学生毕业，你的就业率，就业率是几成？即马背道而驰啊！即马是咧标榜讲我考着什么科技大学，什么科技大学，讲只要够歹听诶，八分就我上科技大学啊！我顶边我冇讲，未免写字诶嘛，科技大学，我讲这悬殊差太大，所以我只要我咪咧讲笑人啦，我感觉。我们高职生政府开这些钱，安来给你培养，来给你栽培。我是讲家长嘛爱配合者，给他马上进入职场。当你家你进入职场以后，你认为讲我需要什么，我再来进修。哦，你讲我进做议员，但是我对有些爱服务着民，一个百姓民法，我嘛去空到修民法，哦，啊修遗产篇，但是这对我来讲有效嘛？但你看，在我讲，伊读科技，我读读嘞，不一定我对语文较进，没谁有自用，感觉安尼真好啦。所以讲吼，我感觉安局长讲一个啦，我一讲吼去参加迄个三拿呱呱节，我看了国立祥龙宫研发的产品，真正袂歹。我既然高职就是安尼正对，高职就是要这样。吼啊，连讲大家鼓励。伊咪是讲鼓励吼，啊，因会当出来家共同一个创业。你讲房高啊，啊，就讲即种我敢有甲问校长，讲哎头贵，我即种个真好啊。连江民营代表啦，要选举，来送这个很好，不会超过30块啊。哎呦，房屋高啦，房屋双啦，真好。所以讲，伊讲我的校长吼，安尼校长就这样，哎，主任，我刚看到啊，职业学校本来就是要这样。哦，本来就是安尼，所以讲是啊，啊，我要拜到局长，安尼评鉴的时候，职业学校评鉴的时候，是不是改革方向？卖一个评鉴注重于升学率，应该回归较早就业率。好，请局长答复一下好不好？来，局长请答复。好，谢谢那个主席还有林议员哦，林议员长久在关心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哦。的方向，特别是说我们职业类科或者技职教育高职类的学生，他应该是拥有专业、拥有证照，然后他接着就可以接轨去就业了。他就业到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他需要进修，他可以再回来进修。所以这个方向我们是非常的赞同，也是往这个方向在推动哦。高雄市在全国的高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占18%，这是全国第一啊！全国平均差不多12%啦，然后我们有18%，所以高雄还是算是有一个产学接轨的传统。那教育局跟我们的高中职，然后跟大专院校、那职训局还有业界做了很多的多元的这个就业的专班这个方向哦，动力推动。那另外林议员都要提柳公蔡总统上来以后呢，他特别提到一个青年就业的领航计划，勾起的搭配叫做青年教育就业储蓄账户哦。这个计划其实跟我们刚刚谈的方向是一致的，他希望高职毕业的学生呢，先去找寻自己人生的真正的有兴趣的专业的领域，你可能先就业，也可能先去做其他的社会的历练，然后最后再决定你自己人生的方向哦。这个预备每年的申请名额是5000个名额，针对高中职的应届毕业生哦。但这个计划目前教育部正在规划，12月才会定案，都机构为定案哦。那大致的时程是什么呢？他会说先盘点这些好的职缺到底在哪里，然后调查毕业生的意愿，然后最重要的是做宣导，接着是由毕业生呢他自己向高中职提出，你自己要提出一个2到5年的计划来做申请，学校要初审，审完以后呢再给劳动部的复审，那最后才能够提供他一个
就职的就缺跟那个兵役的配套措施，那每个月就是由教育部还有这个劳动部，他们总共是会给他各5000块一万块，一万块，啊，那三年就有36万的一个储蓄。哦，你请听者，较早吼，安尼，阮咧过节，你请者，听者，居然请坐。较早吼，有建教的制度，是毋是今嘛袂当来叫安尼私立职业学校再去恢复安尼职业的建教？较早建教的有中钢啦吼，啊有中船、中油啦、台电，啊电子公司真侪。所以讲，囡仔建教了，囡仔就发动村马上就业啊，马上就业已经是市场了。我嘛读者，我较早同学为即摆人嘛拢硕士毕业嘛，伊嘛已经是辞长了，以后在职进修。啊毋是讲鼓励个人无读，但是这个学校的目的是哪会？大家要认知啊！吼，你若讲高职嘞，较早高职嘞，就是要考大学嘛。但是职业学校就是要去含要参进迄个进入安尼政府的经济运转。所以讲，是啊，是不是连刚安的职业学校过年嘛一个那个嘞建校制度啦？因为阮的基层，我所了解，进基层吼，水电工足欠，包括土水工嘛足欠。首先啦，这基层的足欠。迄天我正阿老公就讲尔，米农要办一个农作物嘛无得请人，所以讲伊用非法的移工，结果一个罚15万。啊，那大家若建立这个制度了，是不是不管农工也好，啊劳工也好，大家拢共同为这个政府、为这个国家来打拼，吼、哦，卖大家安尼糊涂啊！进入科技学校，搁适当糊里糊涂搁毕业，我唔知要创啥货。结果你就不要找头路，我拢好凊彩就好，甚至于跟国中刚刚的工课，伊讲嘛好，我阿你出口需要读大学要创啥货咧？你了适当，啊有些家长的经济够有限，你可以学贷，啊你无学贷的压力，你无紧找头路，我无法度。迄天就一个啦，讲叫我去协商学贷这个压力啦。所以讲讲起呢，家长也不要给囡仔这么大的压力啦，吼、哦。所以讲，我咧讲，我感觉这可行性啦，吼、哦。啊，佫有啦，因为局长，我迄边店面咧讲吼，是不是把那个小校，你是讲台湾，哪个拄着风台啦，拄着哪位囡仔都不上课啊？我感觉这剥夺他们的教育权。我即马剥来国中啊，剥来国小，他们有闲置空间的话，集中管理，集中给他们。我感觉这可行性是真好啦。我是讲店面咧讲过啊，嘛再重申，而且局长吼再研议一下啦，好不好？过来吼，一个学历局，迄天吼，我收到一张批啦。我感觉这高雄市高雄大学没有这个人呐、啊。高大学路700号，哎，这不是算，那是不是大学生我唔知啦。但伊写这句我用油，你知无？伊在讲水的问题啦，伊讲水都是人民要喝的东西啦。如果高雄市水源的问题怎么办？吼，伊讲。因为单是印度四种溶解固体量多寡，伊咧讲的主要是讲叫我去注意正视这个水的问题啦。啊，这是迄个伫大学路，我唔，这唔知是不是大学生写，我唔知啦。我属于爱用油的啦，哦，我讲真诶啦。迄个这个问题，我捌听过安市长。市长较早伫基山咧水利咧说明会时，捌咧讲到迄个浮流水的问题啦。我感觉吼，我刚才收了一张，我讲浮流水真的是很好哦，足好啦。因为我拜托安局长、蔡局长先解释一下，迄个什么叫浮流水，好不好？来，局长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那浮流水就是在我们的河川的下面有一个类似透水层的部分，去取它在河道下面的那个水源。那这个部分的水质会比那个 河道上面的水质会比较好。好，因为有些乡亲哈，请坐。有些乡亲唔知道什么叫浮流水啦，主席讲真啦，因为浮流水吼，开发浮流水，一旦化解那个缺水危机啦。
迄天报纸我拄仔看到啦。哦，因为福禄寺伫安尼高明寺吼，首先做村票嘛，哦，市长捌讲过啊，伫安基山吼，爱开所营会选，市长捌讲过，要来开发这个福禄寺啦。首先，福禄寺破龙寺啊，伫安尼水源村票的时阵来用福禄寺，伫一像寡人搞啊，啊，刚古起的时候，安怎来用水库的水，吼、哦，啊，拄啊迄个小配偶啊，迄、那个首先然后福禄寺是足清气啦。在欧美国家，因无咧用水，迄、那个水面水，因拢用浮流水啦。所以讲，我感觉吼，啊，这浮流水属于也都值得开发啦。但是按台湾名列缺水的国是按排十九的，伫前旧年啊，今年水真济。旧年属实基山含乃至那拢无得用水，各项的水果拢出土乌土，因为前当是拉警报。拉警报，我咧捌咧机会，讲要叫来开发安尼美容迄个到迄个水库水湖迄个美容人工湖啦。结果我伫迄个 FB 就向骂讲我不了解，所以讲本地要起哪个，大家拢会反对，爱正视嘛。但是用浮流水就无这个问题啊。所以讲吼，我讲是不是按水利局按市长伫中央时阵，按是不是对这个浮流水？商业浮流水的正确不影响地，也未影响地质变化啦，又可以化解缺水危机。最重要的就是饮料健康，因为完全没有污染，完全无污染啦吼。一、那个李爸爸安尼水，一个爸爸的水啊，浊度飙升吼五万啦。伫一个苏迪特安尼飙，一、那个飙了两万的浊度啦，所以讲迄种无可能够然后去用啦，但是嘛是爱用啦。嘛是爱用，所以讲你若当有浮流水，我相信这就迎刃而解，袂当迄个袂阁发生这个问题啦。但是我所知影啦吼，进吼进水利署伫迄个安尼高屏遐有要起板啦，十万吨。我是讲要拜到市长还是迄个局长，首先基山会使，基山伫老龙溪浮流水比人家较充沛。啊！你金基山自来公司拢伫遐弄井，啊，着加建弄井着控井，是毋是安尼？当利用这个浮流水的这个问题，伫大丘因要弃班啊，啊，即要弃班，是毋是会当伫基山地区，然后会当来争取一个咱基山班？啊，另个因迄个水公司，免他妈为着要弄三个卡井，啊，大家着控井有诶无诶？事实这个可行性啊，吼，还是讲请。局长还是市长好，请市长答复一下吧，谢谢。哎，局长先答复。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足感谢林议员吼，咱高雄市确实有当时有欠水的危机啦吼。啊，有真侪专家学者啊，感觉咱高雄市和咱的高屏市有足丰沛的浮流水。啊，但是浮流水吼，咱即摆是安尼。我们这个方向我们都很支持，但是我们会要求自来水公司必须要严格的监控，就是讲咱浮流水开发以后，这个地层下陷这个问题，咱来确保。对，吼啊，无这个问题啊，我感觉安尼，和咱所谓高雄的市民饮清气的水，啊，又不必再过一直过危机。好，丁丁，我也感觉这是一个正向的发展。那我想，林野的意见，那我们会转达自来水公司董事长。他可以来跟我们旗山地区，如果在美浓地区很丰沛，吼，底下个遐啊，过来的大丘，因为是港的吼，那是男子先西，这个部分。如果这个部分有丰沛的浮流水，我感觉也可以来跟咱地方大家讨论，啊，让大家饮清气的水。啊，但是我们一定会严格的要求监控，看我们的浮流水，我们取用以后地层长期的监控，啊，有没有下陷？没有的话，我是认为吼，很多专家学者是讲白啦，啊，但是我感觉咱嘛是，对，来这个部分咱来处理。哎，谢谢，强姐，因为迄天我就看因水利署有表示了吼，因确认无地层下陷的余力了，所以讲感觉吼，如果是他们已经有测试了，如果是可以，一直大丘要走，
啊，是讲大树质量如果可以的话，阮基山地区嘛会使来做这個，就免请伫迄个这个因为遐啊咧乌深井啊人咧抗议啦吼，我感觉啊个会当啉着健康的水，吼啊个袂无迄个吹雪危机啦吼，而且要拜托安市长甲局长啊会当管倒下手一下吼。过来农业局啦，迄个江坑尾啊讲吼，迄个局长，我请你讲啦吼，安尼增加农民对这个蔬果的加工吼，甲加值是实足重要。我即嘛讲几人到啊？迄天有一个几位人，啊，伊嘛是蔬果的加工，但是对法律无法规不了解，改成唔知罚十万啊几万，罚十万啊几万啊。啊，迄吼就是无了解，因为伊要蔬果加工爱当加值，但是足侪法规规定的。一千在写一个有机农业尔，改成十万以上，改成十万至一百万呐。啊，我感觉农民真诶欲哭无泪。但这个经营，我捌拜托局长，是毋是会当阁做一个彻底的辅导？包括足济啦，阮遐足济啦。你讲要做破剂诶啦，吼，还要做迄个什么百香果诶，迄个足济物件加工有够济啦。哦，你若讲山药干啦、奶精干啦，个足侪问题，只要讲它还会加值嘛。哦，但是有些对商标法啦，还是什么食品法，讲真的啦，啊无了解吼，就去卡掉。所以讲要拜托局长啊，这个区块啊，小可加油一下吼，甲农民小可加强一个教育啦。搁有啦，这道吼，因为天灾的关系。啊，青菜熟悉贵也无限的啦，因为我即我请伊了解，爱贵食物会贵啦，因为伫庄口我真了解，你土淡伊无人捧田，无人种，啊，这是我是真了解啦。但是一个怪象，最不应该的进口的跟着涨。你若讲安尼花菜，按家己的家己生产的，一斤四十。但是进口的，伊小里头五毫元，但我相信进口免二十块啦，免二十。为虾米他们跟着在赚你的天才钱？按政府无法度去把关吗？所以讲有一点，我是讲吼，连工啊，政府是不是家己啊来办进口，啊家己含安的超市来做一个桥梁，一个沟通。哦，既然你若要卖进口，按标榜这个是进口的，哦，按得贵，哦，按得首先按家己生产的，首先又较贵。老百姓这阵的菜，首先大家万声竖起啦。啊，小我嘛甲讲，我们本来菜今年就无当种，因为落雨落真久，你无当捧田，你就无当种。啊，伊的成长，你嘛爱一段时间。伫半个月前，我去迄个宝来的时阵，安遐几粒菜已经咧收啊，两粒百五块，但是外口一粒去三百块。我为什么遐在咧生产啊？伫宝来遐已经咧出啊，两粒百五块。啊，外口三百，伊个市面你刚去杨宗闵遐，又去买三百块的，啊人咧甲笑。就讲阿婆来遐都两粒百五块尔，你唔去买，你买一粒三百块的。所以讲我感觉这就是有人在垄断。啊，上歹就是讲遐进口的物件，是不是按家己来办？家己来办，让遐不孝的厂商袂当去贪这个天灾钱啊！所以讲我是感觉啊，因为你若天灾啊，物涨是天经地义啦，但进口也无需要去安尼啦吼。搁有一点。因为这道含市长去看农损的问题啦，我感觉有一个念头，伊事实过一礼拜当收啊，会当收两百万，但是安尼农损补助是九万尔，我感觉吼，是不是把安尼补助农损呢？去讲补助来补嘛，是不是朝这个保险的方向？你甲要甲伊补助的安那个保险，第一真会当保障真正咧做的。啊，为远啊，旁伫遐也无咧整理，结果呐，风台来，伊嘛咧报农损啊，我又感觉足爱笑，但是还佫袂使讲。
所以你真正来参加保险，按家你补助，真正有天灾人祸的时候，按着遗顾车，啊，家你补嘛。哦，是不是？这个可行性，请局长你回答我一下好不好？来，局长请答我。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感谢林议员哈，俺对农业关心嘛，直接甲林议员报告一下哈。那么多谢林议员所提出一挂问题啊哈，我是感觉讲，包括讲有机也标示不清，啊就受到罚款，啊这点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搁来加强哈。那那林议员讲的，可能俺的农民朋友一挂搁不了解。那么第二点，就是菜价的问题，哦，林议员讲了足对的。我是认为讲，菜价应该是中央爱适宜安的灾害时候，爱赶快去精准的盘点按所有的切口量，哦，切口量啊，然后核准进口量，要管制它的释出量，要核要很精准，这样才有办法那个抑制价价钱。第三，拄只你们所讲的保险费的问题，那么即卖现在保险费，保险公司由金创师在审，所以伊的合约里面。有一点，为啥农民袂使接受？这点我有含农业在检查在反映。比如讲，安尼奶鸡、安尼山呀，有当时还袂收成。伊这保险是讲在采收那个时候果实，但是安尼吹南风的时候要安怎？哦，我都开花的时候，这点伊都无报。啊，安尼的时候，农民朋友，我都花都无收成啊，你无报啊，我靠果实通个采收，这点一定要突破。你无突破这点的时候，农民今仔保险落的时候，后边啊受灾殃啦。因为伊无果实嘛，啊，所以讲这点的时候，我是感觉，阮咧含农委会一直在监督中间，哦，农委会应该会去含安的保险公司来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啊，如果是调整以后，我想未来讲安尼安各种企业，哦，我相信会嘛应该朝向这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要安怎确实有法度保障安农民的利，诶，这个也哦，诶，这个观念诶，我相信这点的时候。还要再跟农委会、跟保险公司，大家再重新来思考一下，哦、好不好？好了，都、哦、了。感谢哦，请坐。过一点啦，迄天有一个来我服务处啦，啊，首先我看伊面有油啦，伊讲伊卖一块土地，1.4公顷啦，300万，但是伊爱交增值税160万。啊，我去问安税监处，伊讲只要有农灾补助都唔免，但是。我讲认为个可能答误的错误啦，因为他要申请农耕证明，农耕证明伊拢种迄块地40-50公顷，百几个人，迄个共有，其中有一个有起厝，其中一个起厝，所以讲得违规使用，违规使用，公所伊都唔敢开。农地农耕证明，但是我话讲是毋是分管？伊讲无你开分管证明，啊分管证明，我想讲树林来证明了噻，伊讲袂使。我阁问农业局，为虾米个袂使？伊讲爱100%，百几个人甲分管证明拢用出来，阁兼等因啊，看伊要对吹。我感觉吼，这个法规应该改一改。我会记我在头3-4年前，啊，农委会有一条钱3-4百万，啊，要做野溪，要做野溪，迄块土地拢种400几公顷。我讲啊，无你加减去动，伊要动同意书去到第三啦，要去美容动，人动作他是诈骗集团，我去用骂，伊讲安尼我无爱做，我讲我就感觉足奇怪，要做一个野溪是毋是做到遐个人来动？同意书得，他说不可以，爱400几个钟等，我这边得等，我免做。所以讲，迄天伫山啊，这叶先生来服务处的时阵，伊讲议员，我这100几粒，我要怎等？我感觉这个规定的法规较早规定的不合时宜的，俺是不是爱改？俺是爱改，是不是？啊，我就直接请的。我的树林，我的证明就好，分管证明就好 ，OK 啊嘛。你也使去，搁去迄法院当做一个公证嘛。吼、哦，不一定规粒山，啊，拢分管证明拢爱断出来，伊要哪断？伊嘛讲啊，用亿万，我卖一个300万呐、啊，啊，增值税爱扣百来万呐、啊，啊，我阁无违规使用啦、啊。
伊说伊的1.4公顷又没有违规使用，是因为大家共持有人把人违规使用的啦，啊来罚伊啦。我感觉这足无公平啦，请指导单位一下好不好？来，局长是哪位？啊，多谢主席哈，多谢林员。林员所讲的这个问题，普遍伫咱农村拢有这个现象哈，啊，正目前呢。除了拄则林员所讲的以外，大家断出来以外，就是去反映经济质量、经济分化。但是目前要讲到叫咱的农民朋友做，甲讲经济分化，实际上这安的诶，安的农民朋友诶一个私心，他不喜欢这样子。所以林员顶一边在问阮同事诶，阮同事应该有含农委会哈，有敲电话去互农会讲，即卖目前农业是讲目前全国拢有这个现象，真严重。那、当然啦，阮两个我是啊有甲，因为阮的同事啊有甲农业建议讲，是毋是这按是毋中按农业做中央统一机构啊来做一个是毋是哦适宜的一个法令来做修正？他再法规不合时宜，因为啊，好不？啊，即马是较歹势种，因为进度哥啊，讲我的公所发出这个证明，公所的人员伊会违反嘛？对啦，唔敢啦，唔敢啦，吼，这点啊，不过中央的时候无吼。我也来适度来反映，好不好？卖300万，爱600万，那都免卖啊吧？哦，请坐啦，吼。啊，稍微甲中央建议者，搁有啦。这民有长久的问题，熟悉啦。我从管理员十几人来，讲甲亲啦，吼。但是迄天吼，我去高平，我真正目屎流要流出来。迄个，这是基本选择款，种一个火龙果，拢爱人讲有电物进啦。这是伫高平，因为。伊种莲薄啦，啊边啊山沟拢在头湾，所以讲伊只四边啊拢有牵电线，啊真正有电的哦，可能电视甲边，真正可能长出啦。迄个因哥哥是较早安地检组的书记长，长出啦。所以讲我想一个做好朋友，讲个一个心酸啊，为着三顿，农民为着三顿啦。啊！伊伫饮水，袂去切电，下无过去搞着。但是伊个福特八一啦，伊拄着水，它会增加，很死啊！啊，你看，这毋是惊伊尔，包括别位种火龙果的，嘛拢有电物件。啊，这位啊，搞啦，事实搞出猖獗，讲真的啦。迄天我嘛拄到一个朋友，我讲你真正啦，伊讲不，我真正雷蒙，伊讲你还种雷蒙，伊讲我的机会山无可能去种嘛，第一讲雷蒙俩，雷蒙，但是雷蒙搞嘛，慢来小坑呢，伊讲雷蒙嘛搁会小坑，我村内拢免种，连柏拉拢免种啊，来要食啦，但是保育团体有伊考虑到，安尼农民朋友，我看无可能啊，他们。注重的是保育，但是农民因的子孙仔要吃哪会？啊，为着要吃三顿，啊来牵电来过新年。你看这个痛，讲真的啦，即马用铺沙是拢过时啊啦，即摆人也无爱铺沙啦。我是毋是讲按蔡局长含安尼狗啊狗唔狗跟鸟相共做一个结扎？按个俩的结扎嘛，虽然按麦铺沙嘛无要紧，做一个总量管制，先结扎。下一到这呢，你若早时啊，头6点啊7点，我即阵啊寡人较无去运动，早时啊，伫基尾山上少头10堆，一堆头20只。我晓我咧运动，我咪惊呢，惊死呢。迄话啦，抱着抱有囡仔，有抱起囝的狗啦，那种狰狞，要甲你咬迄种狰狞，你真会惊啦！要甲你咬迄种狰狞的面，那个面孔。所以讲真的啦，所以讲这狗的问题，我实际我讲啊，真的无爱讲啦。如何去处理？啊，要哪去处理？拜托安区长，你中央开会时阵，佮建议一下，因为即个，因为我一个足好朋友，安尼来过新年。就是讲真的啦，做唔甘的啦，真正做唔甘。啊，人身体好好，啊，为着三顿去饮水，啊，要下无过，安尼尔。我是讲，伊他你讲的相片，我想拍摄去秀出来。就是讲真的啦，真的很痛苦啦吼。啊，是讲遮啊，拜托局长，
这个猕猴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俺不要扑杀，用绝招的方式，好不好？你要解释吗？时间不足，一下把事话讲得啊。过来，俺们社会局吼，因为我刚看一下我们在地老化、在地安养的政策啦，我感觉真好啦，哦，在地老化、在地安养的政策，俺即马长照吼。长照2.0，即马阁嘛只实施者，啊，我看了局长吼，你即本，迄个服务项目从8项增至17项，但是有一个问题啦，你增加了人力的问题，人力，迄天吼，我有看一篇报纸吼，是安大龙市社会局长，甲中正大学迄个社会学系的一个教授甲一博士生，因所讲的啦。按这问题，有足济地问题、建筑问题，阁有伊个这个位阶上低，伊个法律位阶上低，你有法当去松绑伊个建管甲消防？我相信天平报纸你有看啦，吼、哦，迄个是台中市安个社会局长甲中正大学社会学系个教授嘛。伊讲营地的问题，无唔对，营地你要变更地目，新办地目啊。第二，按较早古早时代，较早各用管的啦，包括校，包括社区啦，没有建造的，真正少甲少，几乎是零啦、啊。来，他的建管问题，他的消防问题，因所讲的可行性，请姚区长，你的阵容是怎样？请回答一下好不好？来，局长请到。报告林议员哈，这个问题，顶届我们吴育勤吴立伟就是立法院的卫环委员，哈，整团拢有来到高雄，有看阮即马长照的准备的情形。啊，最重要就是包括着遮的，始照建造所谓闲置空间，如果要把它活用的话，我们现在遇到什么困难？所以这个问题除了台中以外，其实高雄越来越严重。啊，我们也有现场甲立法委员，而且现场嘛有卫福部的长官是何启功何次长亲自带队，然后我们各相关的署司都有来，还包括内政部也有来，哦、所以营建署这些部分，我们都现场有报告说这个部分。甘姆科林有比较弹性的放宽，因为我们所谓闲置空间要是活用，但是单单为了要怎么样让它变成可以用，无奈、啊、开机科林比未来爱，嘿，未来要运作嘛是爱机，我们单单把这个旧的房舍要变成可以用，科林拢爱就千万安尼。他设定的法律位阶阁伤低，你免来去松绑。不过即马就是讲。现在中央，而且这几年如果有发生一些火灾还是什么公共安全的问题之后，那个法规都是一直往上趋严，爱就一放宽，其实中央也有很大的担心，甚至立法委员也不太敢做这样子的支持。所以我们地方他们了解，我们已经一再的反映，已经了解说我们在地方实际运作上，你门槛设的越高，其实可以参与的空间跟可以参与的团体。各种成本的增加，反而是降低大家的参与跟活用的一些可能性。阿姆哥，现在就是大家卡在那你在公共安全跟弹性活用这件事情的中间的平衡点，到底是被安哪里啊？哈，基本这部分讨论就够。够一点啦，基本印尼那个看护工慢慢的说了嘛，在管制了嘛。是。但是你要多，你训练提供18项，延伸到17项，人力的增加，庞大的增加。但是我所以刚说跨那个。安台湾训练人力头里8000人俩，但是一年的安台湾这个看护工差不多23万，你看差距遐大，你人工2.0呢，所爱服务的人力这么庞大，你没人去处理这个区块啊？不过即马报告议员哈，因为尽量不要依赖外籍看护工作人员，其实国际的趋势，你没有依赖安静的所训练的人力了，训练的人那个。都要头里背枪，所以讲我咧讲，一高职生可以马上进入职场，每一点个立刻去卡。迄天我看到迄个有
高潮的那个学校在训练 2.0 那个有在训练爆款有我也有通我都有去调查对吧所以说学校已经在训练这个所以说你高职学校可以训练这个出来啊，这个人力去马上进入这个磁场所以说你的长照 2.0 要推行这样法度啊，不然你闲猪差这么多人力差那么多首先真正困难的啦跟议员报告哈，阮即马全台湾相关科系可以来投入长照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差不多一年有14448位、嗯。啊，单单高雄，在我们高雄或者高雄附近的这几个大专院校相关科系可以直接投入的毕业生，一年有735位。啊，读了这些医国啊，我们还有针对其他不是相关科系，但是他有意愿投入，有按照一旦的时一定的时数，准大专7000啦，你个拍一半得了嘛，这样3500俩，是，安尼人力啊几万，首先吼，所以这个草稿呢，安尼虽然你个草状很矮啦，所以讲这嘛是安连刚要推这个长照2.0这个隐忧啦，有、哦、有、哦，我们一直都有在注意这个。啊，首先讲好啦，你想讲内文，内文你的翠文，伫安内部遐办了，所以讲好，工资呢，真正有够好啦。老人我早时啊改载去，买阿妈载转来，这对少年那伊的事业其实真好啦。哦，所以讲我是讲。看到安尼长照2.0嘞，我看到恁的迄个报告，从8项延伸到17项，你的人力这个问题终究要解决的啦。你含含劳工相共，含我的农业相共，终究一定要人力啦。但即摆人力，大囡仔拢要读到大学吼，啊，这个首先产生他们的一个惰性，我感觉，所以讲你只一个伫这个学校都可以训练出来，拍拼，哎，好不？是、哦，朝这个方向好不？谢谢议员关心。啊，還有一个吼，谢谢。那个市长跟因讲是真辛苦，恭喜啦！因迄天做我看报纸吼，高级延伸加落地啦，吼啊，大家都拍拼，有迄落有价值啦，吼，跟恁恭喜啦。但是迄天吼，我咧乡亲我问啦，议员安基山呢？我笑笑的，我也不回答啦。我是讲本来要回答，可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吼，俺都笑笑尔啦。但是有一点吼，我摆到按那个交通局高平按今嘛吼，迄、那个学校拢咧推行在地人在地学嘛，在地人都在地学校，看要读基美高中啊，其实拢好。但是即道按伫高平地区吼，成年头25岁至30岁，家长请咧怨叹，一台交通车拢无，因咧拢爱3-4点去载。啊，为着迄堆债呢，为按高平啊学校坐到大拿，因要去教书的嘛，坐到大拿，家长伫金德还是高平，才去遐债。伊讲议员，啊，阮遮后生，我讲有拜托你长调查，伫高平遐的吼，拢做后生囡仔有20-30个啦。伊讲恁嘛，即摆高雄市合并啊，啊，迄个高捷甲落地延伸300个无，阮凊彩一个交通车有法度无？然后啦，我来。拜托高雄局甲市长，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可以去解决啦？因为真卡所需要是高雄车，但是家长拢爱去载，载时啊爱载，下晡时啊佫爱载。伊讲我若一台高雄车，按圆潭按永富，永富里啊永吉永兴啊载到按金德，因都迎刃而解，伊免甲我做拢工课拼，我拼的我可以载因啊。所以讲，拜托是不是会当一台高龙车？是不是交通局还是市啊？交通局请答复一下吧。来，局长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哈、哦。有关那个学校所需要的那个交通车，这个我们来努力看看了哈、哦。因为公车去造这个路线可能是较不符合经济效益了哈、哦。啊，至于说学校里面所需要那个交通车，我们来看看。跟这个我们的公车业者来协调看看。啊，看要哪个人补助啊？是啊，啊我较了解这个细节哦，啊看哪来解决。因为做这立场大拢在讲啦，事实因为在地人在地学，大家拢要朝这个方向嘛。但是基本高中没问题，但农校第一个高平国立遐好声音啊，较早是较少，但是今年拢总要个30个。伊讲啊，一台高龙车按应付力开始，伊就载载到今日应该是 OK 啦吼。伊讲来争取过没啊？啊，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纳入给人补助一下？
哦，可以不可以？可以吧？我来了解一下那个议员所提到的这个细节，哦，啊，看上面红案上上熟悉，啊，甲各家议员来回报。好，好，谢谢。哎，主席，也不就今天的接触人到这哈，谢谢，好，谢谢林宝议员，休息十分钟。